家族故事的魅力啊，不仅在于生命的延续，更在于跨越时空的交集和相遇。接下来我们有请的这位嘉宾，他与祖父孙中山先生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在探寻祖父振兴中华足迹的道路上，一次次和他相逢。1866年，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他生活奋斗的年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为了改造中国，他耗尽毕生的精力，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今天我们跟随第二现场主持人王端端，来到北京市中山公园中山堂，这里见证了世人与孙中山先生最后的告别。这位就是他的孙女孙穗芳。这些年来，孙穗芳坚持寻找当年祖父留下的足迹，去了解和体会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在他身边的是儿子王祖耀，如今他也加入了母亲的探寻之旅，一起去领略曾外祖父孙中山奋斗的一生。是，大家对这张照片都特别熟悉。对，这里呢是邓公写的，写我祖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这里是家谱，这个家谱里面啊，我的名字在这里，孙穗芳。还有您儿子的名字，儿子王祖耀，王祖耀。一纸家谱不仅记载了家族的世系繁衍，也书写了一家人共同拥有的精神面貌与家风传承。面容神态长得像祖父，这是孙穗芳对祖父最初最直白的认知。在学校里啊，老师啊，同学就讲我像钱币上面的祖父的像。祖父早我出生的11年他已经过世了，那么长得像祖父就是我唯一的安慰。家里跟您提到您祖父的时候都会怎么跟您说呢？我好像10岁的时候读5年级，我很记得自己拿了第一名回来了，我以为我母亲会奖励我什么。我母亲说，你是孙中山的孙女，你不考第一谁考第一？那您觉得这是祖父的精神给您的一种鞭策和督促？其实从小就是觉得假如不考第一就是很没有面子，考第二都不高兴的。家族传承带来的认同感、归属感与使命感，将孙穗芳与祖父孙中山始终联系在一起。他开始出发，通过一切方式走进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亲人。我这么爱祖父，吃他的东西我都要收集，但是收集他的原来的墨宝上不是很容易。那很早的时候，大概70年代，有个日本的华侨姓陈的，他有一副天下为公博爱，本来他是不肯让的，但是他看我是孙女又长得这么像，他就割爱让给我，当时7000块美元，现在的话可能超过1-2百万。这7000美金感觉当时能做很多的事情啊，挺大一笔钱呢。现在7000美金那么现在我收集这两副墨宝也是很大的事情。收集祖父墨宝的过程也是逐渐走进祖父思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现在让我们打开记忆的时光屏，在您祖父所有墨宝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哪句呢？自成如生。怎么解释呢这句话？我祖父呢有一副墨宝是送给他日本房东的，自成如生，这个是就是你精神所至，今世未开。1883年，孙中山胸怀满腔热血，带着不断成长的革命精神从夏威夷留学归来，然而还没等他的河船靠岸，前来检查的清政府官吏便照着老规矩肆意搜刮乘客身上值钱的东西。我们要查查有没有自带火油的，你们都搜了好几回了，为什么还要搜啊？面对如此欺凌百姓的腐败行径，热情的孙中山随即在船上向乘客们做了一次大胆的演讲。此后孙中山开始了到处奔走宣讲的坎坷人生，
却始终保持着最饱满的热情。是中华民族的赤子，今天集集一堂，为的就是要寻求救国大计。那我想我现在就开一段让你听他这个以前他讲话的，这个是很充满热情和自信。中国千年来世界上头一等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大家要醒醒醒醒。这是中山先生本人的声音啊。是啊，虽然口音是重一点，但是你听他充满自信，很有力量。哈哈，比如讲在泰国的话，有一条街，现在名字就是演说街，就是当时我祖父在这条街的街口上演讲的。然后说他站在长板凳上演讲，我也试过好几次，站在长板凳上演讲，我也试过好几次。最初，孙中山的演讲在旁人眼中犹如痴人说梦，他的革命理念并不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你难道从来就没怀疑过自己吗？或许你想象的永远无法变成现实。徐先生，好，这样你可以在我这里吃住，革命的事儿就不要再说了。有一个人却愿意站出来无条件支持他，那就是他的大哥孙梅。没有孙梅公就是没有孙中山，为了他弟弟的革命，孙梅公把太多的钱捐出去。孙梅公是1871年到夏威夷去的，然后他发展他自己变成一个富豪。这个夏威夷的华人是叫他是这个马尾岛岛王，因为他的农场在马尾岛，是从这个山上到这个海里，他快有100个房地产。后来为了他弟弟的革命，他自己是破产了。在1910年，杨太夫人就是孙梅公跟孙中山公的母亲过世了，孙家是变成那么穷的，他们付不起一个棺材，为了自己的母亲。其实除了当时的孙梅公对他的支持之外，孙中山先生一生也是得到众人的帮助。是的，在全球有华人的地方都有故事，有很多这个华侨是把他们自己的房子卖掉，自己的事业也卖掉，就是为了孙中山的革命。在马来西亚槟城有一个老板娘，她是被感动了，把她的面馆都卖掉了，把这个捐给孙中山为了革命。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华侨所捐款项超过1000万港币，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实后盾。孙中山常常感慨，华侨乃革命之母。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事业。自1895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虽然屡战屡败，但他的思想逐渐走入人心，就像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旧社会的夜空。中国革命成功了，成功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下，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常常忧心忡忡的孙中山终于露出了笑容。我研究了，很少有笑的照片。他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笑了。这张照片确实笑得很慈祥，很温和哈，仿佛在跟您对话一样哈。对。那主要呢是最喜欢曾外祖父哪张照片呢？孙中山上这个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照这个相啊，看着很威严啊。
他今天也穿了中山装嘛，一样的衣服。我喜欢穿中山装，因为中山装就是代表孙中山的革命的衣钵，有特别的意义的。像这个左边的袖子有三个扣，就是代表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右边的袖子也有三个扣，就是代表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一袭中山装寄托了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美好期待，他的喜悦却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袁世凯复辟称帝，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孙中山再次踏上革命的征途，并呕心沥血写下建国方略。1924年冬天，已经身患重病的孙中山，在夫人宋庆龄的陪同下，乘坐专车抵达北京。面对前来迎接他的10万群众，孙中山打算再做一次演讲。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虚弱的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几乎是躺着被人从火车上抬了下来。最后，孙中山是以传单的形式发表了这篇入京宣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带着大业未尽的遗憾，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里与世长辞。我跟我母亲参加了我的太空去世的地方，他们还叫我们坐一下子，坐在他这里，这股就是很悲惨很强大，他的苦我的苦。我了解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是没办法看他的思想实现，所以他是有这个悲痛，所以我受不了，我就走出去了。当年正是在这座庄严的殿堂里举行了孙中山的功绩仪式，前来参加吊唁的群众超过76万人次，共收到花圈7000余个，挽联59000多幅。10天后，孙中山的灵柩从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暂厝。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的灵柩在北平百姓的夹道恭送中起行南下。这是灵柩最后被送上火车的那一刹那。6月1日，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孙中山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如今，许多城市仍保留着以中山为名的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书院和中山医院等等，更是以此为名兴建了中国第二个南极科考站——中山站。此外，每逢5.1国际劳动节、11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会迎来孙中山先生的身影，寄托了我们对他的怀念与感恩。祖父是个不屈不挠的人，祖父的一生就是爱国。我越研究我的祖父，我越爱他，我越要学他，我很感恩我是孙中山的孙女。每每经过这些地方，孙穗芳还会想起37年前另外一个重要的嘱托。那一年，祖母宋庆龄逝世，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接见了孙穗芳，并送给他一个针线包，鼓励他以祖父祖母为榜样，为振兴中华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多做贡献。
啊，确实很浓厚的年代感的感觉哈，很精美。那听了邓妈妈的话之后，您有没有就开始要做些什么呢？这个以后我就收我祖父的照片了，出书印书做铜像，我这个89年里面做成只有250个铜像，那么也是找到我自己的归属，我有他的血，他做的事情我也喜欢。做祖父的事情我是一切贡献，我的精神，我的财产。今天我83岁，我是很累，我还在出来祖父到的地方演讲，我在继承做这件事了，为祖国和平统一多奉献多工作。那么他们都请我，全世界到现在中文英文大概讲了1200多1300场，那这个也就是自存荣誉。从1981年宋庆龄过世的时候到现在37年，我母亲一直努力奋斗，一直弘扬曾祖父的思想，我也要继承，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儿子现在沿着您的道路在纪念着曾外祖父，今天在您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那么面对我们的镜头，也请您在时光屏里留下您对家庭的感恩与祝福吧。我已经83岁了，今天回到中山堂，能够在祖父您的面前留下我的感恩感谢，实在是太难得的事了。祖父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却感觉到您是格外的亲切与熟悉。您教导我们做中国人的责任，教会我们的心要诚，要讲真话，做真事，做实事，要爱国，要贡献。作为您的孙女，我感到幸运和自豪。主要希望你也能够拥有这股精神的力量，能够坚持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祖父孙中山。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这是需要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一份责任与承诺。谢谢了我的祖父，谢谢了我的家。欢迎收看由左丹丽159独家冠名播出的《谢谢了我的家》，左丹丽159，中国粥，家之味，家园团圆碧桂园。本节目由碧桂园集团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喜临门床垫特别赞助。有许多鼎鼎有名的画坛巨匠留下许多的经典，也有他们各自的绝活。如果我说马，那你会想到谁呢？对了，徐悲鸿。徐悲鸿，中国少有的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画家，他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徐悲鸿是用西方绘画技法来改造中国画的第一人，他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徐悲鸿啊，一生当中留下了许多的画作，他的长孙却要花钱才能把它买回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徐悲鸿先生的长孙徐小阳先生，欢迎他。
先生您好。你好，好，您请坐。好。如果打开您记忆的时光屏，哪一句话对您影响最深呢？人的一生一定要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和有益的东西，这是我爷爷徐悲鸿抗战时期跟我父亲讲过的。爷爷是1953年去世的。对，您是1955年出生的。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是从长辈的诉说当中，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父亲跟我说过哈，就我爷爷他整在颠沛流离，他一生当中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他也很爱自己的孩子。嗯，他有时候在绘画上呢，他也会画出他。这是九几年的时候展览的时候，我父亲跟着他的8个月的照片照的像，这张作品现在在徐悲鸿纪念馆呢。这是1943年的时候，我父亲在读中学，那时候也会写信给我父亲。有一个最好的思念的方式，就是让他机邮，就是把他的在国外的一些邮票寄回来给他。所以这样呢，我父亲呢就开始机邮，他就是一直到现在91岁了，一直从小有这个爱好。对，这是您带来的一本机邮册吗？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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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看一看。老父亲一直珍藏。对，嗯，他是一直珍藏了大概有80年了吧。这是他其中的一本，他用像这样的本一共有100本吧。有一些从东南亚，有一些是从欧洲，有一些是近代他收藏的也有。啊，真是哈，哪个国家都有，也看到了世界的模样。这一张张老旧邮票里有徐悲鸿无法陪在子女身旁的爱与歉意，也有孩子们对于父亲的无尽想念。虽然缺少长时间的陪伴，但是家人们完全明白徐悲鸿的心愿。他们在1953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爷爷呢，他有个遗愿，就是在中国呢成立这个美术馆。但是呢，那时中国很穷，他曾经跟国民政府提过，但是没有人去理这个，所以就搞收藏，就是为了中国建立一个美术馆。但他曾经讲过，他所有的收藏都是临时存放在我这里的，死后就全部捐献给国家。1953年他去世了以后呢，我奶奶廖景文第二天就把家里的钥匙就交给了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就把家里的1200幅他的作品，将近1200幅唐宋元明清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那个时候就是把家里的这个四合院呢也捐给了国家了，成立了徐悲鸿纪念馆，就把从这个原址扩大了一些，原来的院子里呢就作为悲鸿故居，是周恩来总理题字，自己的家就成了纪念馆。当时纪念馆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个北京的老的四合院，嗯，但是呢它扩建了以后，每个展馆都是平房，有葡萄架，有藤萝，有这个月亮门，很安静。就我的小时候呢，就经常在这里跑来跑去，看着跑这个砖石，跑那个砖石。那时候看到一个，哎呀，这是原来的自己的家。10几年前，这廖奶奶问我，她说我把你爷爷的作品全部捐献了，你会不会怨我？我当时也想了一下，我说我不会，这爷爷画的这些作品留给了国家，可能比留给我们自己要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画家一定要有完整的作品展示给世人，他这个艺术才能完整，捐献给国家，所有人都能见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这爷爷一生当中呢，收藏很多作品，但是他自己很节省，他买的皮鞋都是二手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简单，但是他买收藏品，他是基本上他不会讲价钱，
他看着很好的东西值得收藏，他说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非常大方，没有计较的。嗯，那你看他对这方面这么大方，怎么对自己的儿孙却近乎有些吝啬呢？如果分给大家，当然每个人都有一笔很大的财产了，如果人整天拿着这个，我今天没钱了，我去卖一张画，我什么都有了，奋斗心或者上进心会没有。我们家里的本身曾祖父就是一个穷人出身，本身就没有任何财产给后辈，所以爷爷这个做法也不想给后代留任何东西。你们想去创造财富是靠你们自己，不要靠前人的，我想是这个意义的东西。谢谢谢谢。这就是徐家的家风啊，所有的东西捐了给国家了，实际上家里就没有任何遗产会留给我父亲，更不说我到我这儿也没有，那么我只能是自己去购买这些东西。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带了两张作品给观众看一下。好啊，谢谢。这张呢是我在1994年那个时候买到的这张作品，赠陶林书。陶林书呢是他的一个义父。嗯，当年我曾祖父去世的时候很穷，家里我爷爷呢就写了一个告贷书，就谁能借我20块大洋，我先埋葬父亲，对，我将来做牛做马我都报答你。陶林书先生呢送了他20块大洋，帮助他把父亲给葬掉，然后为了感谢陶林书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成名了以后送给他的一幅作品。这个作品呢是我94年的时候花了20万，当时在北京买一套房也就20几万嘛。您之所以要买回它来，恐怕也因为它这个背后的故事吧。对呀，它送给陶家的这个情怀在里边，所以我觉得我在收藏它也挺有意义的。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涌泉相报。8年的公费留学生涯，学成归来的徐悲鸿感念的不仅有穷困时期曾伸出援手的人们，更有让他得以完成学业的祖国。徐悲鸿认为艺术可以团结整个民族，他志在改良中国画，恢复中国画的勃勃生机，以此报效祖国。他到西方去，他很明确中国艺术什么是好的，为什么要衰败到那些程度，他就要干什么，他是要学点东西来振兴中国的艺术。1933年，他将中国画带出国门，让世界看见中国艺术。我祖父呢，在1933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家里的房子给押出去了，这个带了250多张中国的绘画，到欧洲巡展，让欧洲重新认识中国，因为那个时候30年代，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就是一个留长辫子裹小脚，就看不起中国。那么看了这些他带去的中国作品，非常震撼。毕加索看了以后说，你们中国有齐白石，我不敢到中国来，世界的文化在东方，东方的文化在中国，所以说他在推广中国文化当中他是不遗余力。近些年来听说您经常到爷爷曾经去过的地方走一走，比如说南阳，去过多少次了？我去过2次，去了他去过的地方。他曾经捐款的时候自己的纸自己的墨自己画，画完了以后放在那时叫做救助总会去挂起来去卖，卖了以后自己再补上去，就这样这么一批一批的去筹款资助国内抗战。但是他没有想别的，就是在想希望能有自己的力量去报效国家。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流多少汗也不如前方战士流一滴血，我们前方的战士
没有任何去跟国家讲任何价钱，战死了以后怎么办？我们做这点微薄量是抚恤这些死难将士遗孤，所以说他这种爱国的这种情怀我听到以后非常感动。他当时去南洋捐款，捐了当了将近40-50万大洋来抚恤这个死难将士的遗孤，那个时候是一笔巨款了。当时抗战正在最紧张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名作《奔马图》，就是这幅，非常有气势，是在一个小小的圆桌上画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他心急如焚创作的这个作品。我的父亲呢，也受了他的这种很多的爱国的思想，1944年呢就参加了远征军，去上了印度，那时候他不到17岁。我的姑姑也受了影响，后来就是去参军。我从解放军给他写了信，说我到了解放军参军了。哎呀，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丽丽参加革命了，丽丽参加革命了。1939年，为了支援国内抗战，徐悲鸿风尘仆仆地奔走南洋各地义卖作品。他将一腔家国情怀融入自己的作品，激励了无数华人。直到1942年，他才结束了长达3年多的南洋卖画救国之路。回国之后，徐悲鸿重新投入美术教育事业，他独具慧眼，善识人才，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徐悲鸿三顾茅庐将齐白石请入校园任教，他资助和培养了傅抱石、蒋兆和、吴作人等人，把西洋方法引进来，形成中国的一个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徐悲鸿创造的，而且很完整，而且是代代相传，有一个非常雄厚的队伍。这个队伍不仅在北京，而且是全国各地变成一个主流。走过这么多路以后，我自己感悟到他的一生励志、坚持、爱国、奉献。他从一个穷孩子到一个大艺术家，他这一生58年，他做了很多事情，最后把自己的所有全部捐献给国家。我听说您一直在做策展人，对，追随着爷爷的足迹。我也是想，如果能按照祖父这个足迹来推广中国艺术，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当时是抗战胜利70周年和徐悲鸿诞生120周年，我去的日本搞的徐悲鸿师生展，将来呢我还想去按照他的足迹去法国、意大利、德国。我现在也在做，就是儿童的展览，因为很多外来的这个因素影响，高的价钱会误导人认为是好画，很多作品实在不敢恭维。我们想给这些小孩一个正确的美术观，就是我们看好的东西，看美的东西，不要从别的地方去做太多的想法，一定要保护孩子的这种天真和淳朴的东西，一定要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和有益的东西。您对自己的家人有什么样的寄语呢？我们把它留在时光瓶里，请。今天呢，这些话呢，想对我祖父说，爷爷，这些年我已经沿着您的足迹走过了很多地方。虽然我从未见过您，但是我在不断的行走当中，
越来越了解和亲近您。纪念您的画展已经走过东京，接下来还会沿着您的足迹去往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我们作为徐家人会和您一样，为了振兴中华文化，继续尽一份绵薄之力，继承您的遗志，为下一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谢谢了，我的家。有一位15岁的少年，小的时候由于父亲的病逝而开始辍学养家。在他99年的生命当中，他几乎走遍了全国的所有省份，他捐资助学，他就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田家炳。田家炳人称香港皮革大王。1982年，田家炳捐出自己80%的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了少有的职业慈善家。截至2018年7月，该基金会已在中国国内资助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4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20所、乡村学校图书室1800余间。人们尊称田家炳为中国百孝之父。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田家炳先生的长子田庆先先生，欢迎他。田先生，金老师您好，您好，您请坐。打开您记忆的时光屏，哪句话对您印象最深呢？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我住的房子太大了，太浪费了，不如把它卖掉。”就是这所大房子吗？嗯，是的，这一所是我们的旧的房子。嗯，有600平方米。嗯。有游泳池，有游泳池，有铅球，有后面有篮球场，我妈妈也可以在那边种花啊、养鱼啊，也有种菜。我们兄弟姐妹一共有9位住在那边，所以我们的童年的生活，甚至我们孙子也在那边出生的。接近2000年的时候，他看到国内的各地的需要，所以呢，他想到觉得自己住的房子住下来就太浪费了，不如把它卖掉吧，可以把这些钱来为这个学校做捐资，这个是他的想法。那老人家提出这个想法之后，你们这些子女都同意吗？包括您的妈妈？一时之间我们的立刻的反应就是很舍不得了，因为这所房子里曾经留下你们兄弟姊妹的一些欢声笑语和回忆。另外老人家住哪儿去呢？他说不如住好了，因为他们两个老人家就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给他找了一个地方在附近的那个房子，在顶楼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原来的房子了，我们经常上去看一看。您的父亲搬到了小房子，平常出门呢？他总是不喜欢用司机，自己走路回来，坐公车。他有一些衣服，比如说领都烂了，当我们要给他换新的，或者在生日的时候送他一些新的衣服，他的咀嚼，而且呢也责备我们太浪费了。他有2套西装，我记得很清楚，你看看后面的电话的数字才6位数字、显然是70年代的衣服。他这套衣服呢用到最后的，
一直保存，他也非常爱惜。比如说他去公干去出去走的时候、啊、他总会带自己的肥皂，带自己的一瓶的水。哦，既然这么节约这么勤俭，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呢？到后来绝大部分的财产就是民生的建设，还有教育的建设。所以我父亲也非常愿意把他自己一点点的钱呢来帮助各地的需要。您太谦虚了，这可不是一点点钱。据我所知呢，是1982年8月，田家炳的基金会成立了，捐出了80%的个人的这个资产。我没有算过他付出多少了哈，这么多年来他走遍34省份，都看到各地的需要，他每一个点都捐资了一些学校。钱到、人到、心到、力到，这个是我们形容用这个四个道去形容他、嗯嗯、很多地方都很偏远呀、啊。您父亲当时是怎么走到这么多的地方呢？他非常的用功，差不多接近70岁了，就开始到内地。他风尘仆仆的，他也不介意长途怎么累，坐火车那个还是硬铺。原来我们基金会给他编排的时间表，他说尽量要排的满满的，紧凑。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一幅啊，就是星期五上午兰州这个中学捐赠仪式，下午就乘火车前往天水。天水离兰州可远了，大概7个小时才能到吧。是的，我是跟他一起去的。那真是不辞辛苦啊。我们再来看两幅图片，插着小旗子的地方就都是有他们资助的学校的地方。今天早晨我那个化妆师小伙子，他说他是黑龙江的，哎，一听说您来心里非常激动。是是，哎，一边给我化妆一边就是，我就是毕业于田家炳中学的。300多所，我还没有时间全部走遍了、我们说了许多关于学校的事情，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一看。五来街，广东省阳光市，湖北省襄阳市，云南省保山市，玉龙大新竹自治县，贵州省遵义市，四川省泸州市，山东省曲阜市，安徽省六安市，广西省富久市，江苏省盐城市，河北省杭县，重庆省昌津，内蒙古赤峰市，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省辽源市。田家炳中学，李家伟称号，田家炳实验中学，田家炳中学，田家炳高级中学，田家炳的祖祖学，田家炳三金好汉，谢谢了田爷爷，谢谢了我的家，很感动的哈。特别特别感动，刚才这个短片我也第一次看，拍摄的是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和他们的那种对培养自己学校的感恩。你想这么多年田老他所坚持的这些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下一代，这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盛。强盛靠什么？他的理念就是很简单，就是靠教育。看到成千上万的学生哈，对田老的这份尊敬和热爱啊，我想对他来说心里肯定也是非常安慰。田老是2018年刚刚去世的，是吧？2018年7月10号，他就离开我们。当时我们家四代同堂，他的孙子的孩子都在他的旁边。我们围着他旁边见证了他最后一个气息。我们非常非常爱他，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一家，家庭是他所重视的，家庭教育也是他所重视的。的确这么多年我是做媒体的，我没有听到太多田先生的
资助教学的宣传，一家人都如此的低调。这一次他的去世，很多地方都很主动来纪念他，在香港可以坐1800人的一个大剧院，我们想不到都坐满了，甚至还不够位置，有100多在外面看电视来看看追思会的这些场景。同时间我们在各地，我们在乡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还有不同的学校，都主动自己有一个追思会，是很感动的一天。可能以前我看到更多的是比方说捐赠的牌子啊，上面写着多少多少钱呢，可能田家非常的看淡这一些。田家炳的一生心系教育，心系孩子，他投入巨大的精力为乡村的孩子们创造就学机会，他所做的一切都源自于父亲给他的教导。能够为国家为我民族多做点好事，那是孝亲最高的境界。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虽然我的爸爸离开了我，可是我确实每天都没有忘记他教训，我今天就是尽了我的最大的勉力来为社会做了点事。我想他在电视里也应该是很高兴的。田家9个孩子，他难道就不想给孩子留些什么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当我们兄弟姐妹离开家里就到国外读书，那个阶段他每个月都会写信给我们。他这样写的：亲爱的清、方、真、莲、林、文、次、荣儿，就是我们八兄弟 的名字。现在唯有寄望你们个人都能洁身自爱，争取美好的前途，共同建立起我们幸福的家庭，以这短暂的惆怅换取得长期的安慰，有厚望焉。过去他5年写信给我的，一共写了140封信，68个月，就是一个月2封多信。所以您都珍藏在身，是他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要的部分。我来看一看。可以。好，谢谢。每一个套是整整一年的。他写这么多信，他是用复印纸，复印我们这么多人的，所以他用的笔要用得很用力，就分开，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封信。那段时间他的事业就非常忙，总会拨时间来很认真的写信给我们，充满很多的感情在里面。2018年父亲离开的时候，您还记得他给您留下什么吗？他最后的一段时间在床上已经很难讲什么话，他就要求我们拿一些纸代替他的说话。有一句是最后的话，他这里写了：每逢拜六晚，全家将回住家做全家聚会，以表亲情自盼。父亲到最后他都非常重视家庭和谐，这个也是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现在您还有什么计划吗？在做哪些项目？2010年的时候，父亲就决定把家族这个基金会要交给社会了。交给了社会。他要我们家人还是继续来参与，按照他的一些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就是摆在那边。还有呢，我们所做的工作让教育可以能够结合世界的文明，让我们的校长老师
可以走出去，嗯，让他们开眼界，让有最先进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可以带进学校，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得到好的教育。您是真正读懂了父亲，而且能够把田先生这份心愿啊继续让他延续下去。那我想父亲刚刚离开，孩子们呢也有很多的您想对他们说的话，那就请您把这些寄语珍藏在我们的时光瓶当中好吗？好的。爸爸，你离开我们已经有半年了，我每每看到你所捐资的学校，看到田家炳这三个字，我都感觉你好像还是一直陪伴我们身边。有一次你跟我说，青仙你知道吗，古时候有一句，七十不留书，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你讲这一句我就知道就明白了，我感受到你是在乎我们，也在想念我们。假如你还有这个机会再打一次电话给我的话，我一定马上赶回来陪你。弟弟妹妹，我们的田家的孩子们，父亲一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他生活很节俭，从来没有物质的享受的一天，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是富足的，这个是他的幸福人生，我以他为荣。我希望你们也能够以他为榜样。谢谢你父亲，我会继续做好你关心社会关心教育的事业，家里有我，你放心吧，谢谢了我的家。欢迎收看由左丹丽159独家冠名播出的《谢谢了我的家》，左丹丽159，中国粥，家之味，家园团圆碧桂园。本节目由碧桂园集团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喜临门床垫特别赞助。普通话可以吗？给个掌声呗，节约时间。在家乡有一个面馆。不如把它卖掉，这好东西我一定要买到手，舍不得，也有压力，值得好几千万的，我杀了一条，超过一两百万，付不起，20万，付不起，一万多块，我一直哭，付不起，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你改的也太快了，没钱了，节省，打折扣，6位数、8位数没有问题，其实我不会讲价钱，不会讲价钱，能不能便宜点？要有道德。